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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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, hello, hello, 欢迎。哎，坐哪儿？坐后面。啊，对，你可以坐这边。啊，对，一会儿苏老师可以坐旁边。嗯，好。对。跟大家，对，可以往后坐一点是吧？往后坐一点。好，来。我跟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子琪。我们现在已经有5400位了。啊，前400位的小红书宝宝，还有你的粉丝啊，然后他们已经在直播间守候了很久很久。这个弹幕跳太快了。是，没事，我可以先对，今天热吗？对，就是一般不知道聊什么，先聊天气。对。今天天气挺好的，北京天气特别好，是吧？对。然后你解锁了你的夏天的第一个冰淇淋了吗？啊，冰棒吗？对，冰淇淋或者夏日饮品。解锁了吗？已经有吃了很多冰淇淋是吧？啊，不是冰淇淋，不是冰淇淋，就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那种冰的东西。哦，好，冰好，就是类似沙冰之类的。哦，嗯，你可以跟直播间的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子琪，御赐小五座当中的小金鱼。感冒好多了，感冒已经好多了。对，可以先到唠嗑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邀请。好。对，小童正在来的路上，我们刚刚录完东西，所以，路上还有一点堵。他问你吃饭了吗？嗯，还没有来得及吃。对。这两天吃饭都按点吗？这两天没有吃饭休息的点给我。那如果有一个就是休息的时间，你最想做什么事情？休息，想做一个 SPA， 然后睡一个自然醒的觉。SPA 哦，会考虑吃播吗？我看评论区你们有在问吃播，我好像没有怎么尝试。你有自己喜欢的美食吗？类型？美食其实我对于吃东西还好，我不太贪嘴。对，那你平常吃零食吗？零食不吃。不吃零食。对啊，那你我自己也不会去买零食。那你打游戏的时候会有什么放在旁边？快乐肥宅水。快乐肥宅水。对啊，好啊，对，你看这样子。对，你不用看我。对，好奇怪。你有什么自律的习惯可以跟大家分享吗？自律的习惯，嗯，就是尽量减少自己的进食、宵夜之类的。平常会有健身吗？会，空的时间都会在撸铁，但是我发现我体质好像不太练得起来。还有人问你今天换裤子了吗？换鞋了吗？啊，对，这是什么梗？对，这个是什么梗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是昨天正好播完。对。哦。他们在问你喜欢什么样的冰？喜欢绿豆味的冰沙。所以冰沙和绵绵冰你能分得清楚吗？可以啊。那你会更喜欢冰沙一点还是喜欢绵绵冰一点？冰沙一点。冰沙一点。甚至是就直接冻了冰块。直接冻了冰块。对。哦，很解暑啊。就大家都在夸你今天状态很好。今天没有黑眼圈，今天非常好。哦，昨天不是黑眼圈了，昨天是妆有点上眼线有一点点花过。喜欢打乒乓球吗？乒乓球可以打。你都会哪些运动啊？你可以盘一下。我几乎所有运动，也不是所有了，就是大家比较日常热门的运动，都会涉了一点，都还会玩。例如呢？乒乓球、篮球，足球这两年很少踢，然后，羽毛球。还有，就大家平时台球你会吗？台球是以前是专业的哦。会台球，还有帮你们透露了一点啊，会游泳吗？会。
什么泳？是蛙泳、自由泳、蝶泳，还是都会？都会，都会，都会。哦，那你真的是厉害了。篮球，所以你们平常可以透露一下，就是会跟其他的小伙伴，就是是打那种三 v 三还是五 v 五的篮球比赛？我自从开始打台球之后，篮球其实接触的比以前要少很多，对，而且，就不太爱做一些出汗的那些运动，除了在需要我去做一些体型的训练的时候。然后他们有在问是斯诺克吗？就台球的话，都可以了，都可以。现在更偏爱打九球，就更娱乐化一点。就本来就是一个放松的，对对，这个是小红书的公仔吗？吉祥物，我们的鼠宝宝。然后稍后就是，哎，对，就是会有互动的环节。对对对，我们等小红老师到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一起玩游戏了。然后明天是什么日子，你知道吗？明天520吗？那还有呢？是我们超点的大结局。对，对啊，对，明天是我们超点大结局，然后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，然后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。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超点大结局。稍等一下啊，给我调一下，好，让我们调高一点，看一下，哦，这样会好。OK， 哎，现在可以吗？各位，我们将近6000人的宝宝 ，OK 吗？这个角度你们满意吗？还有人问你会高尔夫吗？高尔夫打过，但是不厉害。那你平常跑步吗？就是跑长跑之类的，还是？我日常跑的话，大概在3到5公里。那你对于就是跑步的装备会有自己的一些选择吗？还是说就只要跑鞋就 OK？ 跑鞋就 OK， 就跑鞋就 OK。然后合适的话就穿一条短裤，就是跑步的短裤。如果没有那个情况的话，就长裤也无所谓。因为我自己也是，就是读书的时候我就是中长跑的运动员啊。对，然后我们跑步就是会有很多装备要求。对对，会有一些装备的要求。然后比如说因为我们要跑比赛，所以我们就会穿钉鞋什么的。哦，对，会有田径的是这样。是，还有人问你今年有什么安排？可能是假期的安排吧。对，今年还有假期吗？如果有的话，你希望有什么安排呢？就或者小短暂的小假期。希望在冬天吧，可以去滑雪。可以滑雪。对，哦，你单板、双板？单板。看吧，我也是去年第一次解锁了这项运动，但是就是很紧张，我是滑那个双板，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紧张，一直摔倒。双板入门相对容易一点，但是你后面做双板的进阶的一些动作的话，可能会比单板要难很多。哦，那你之前是在哪个地方滑？方便透露？去年基本上都是在北京的小雪场或者去崇礼滑。哦，你平常唱歌吗？恭喜升级 K 歌吗？ K 歌还是自己？对，空了会去，空了会跟朋友们去。你是喜欢快歌还是慢歌？我都听吧，就是 English 也听，国语也听。对对对。哦，那闽南语听吗？闽南语好像有接触过吗？没有接触过。我是福建人啊。对，所以我有讲啊，那个什么烟一根根点，那个是不是算烟？对，是的。哇，你也算是八句冲浪选手了。还有人问你是哪里人？我是浙江湖州人。哦，那能推荐一下你家乡的特产吗？或者游玩的景点，安利一下你的家乡。我的家乡最具有特点的就是太湖啊，湖州旁边就是和苏州之间隔着一片
美丽的太湖，然后好喝的茶叶有紫笋茶。紫笋茶。对，其实在小五作当中也有提到，就是秦公公说给我泡一壶上好的紫笋，就是出自我们湖州长兴。小吃有什么特别的小吃吗？小吃是干挑面。哎，你平常会做饭吗？或者会做？会做。你会做什么？我更偏向于一些炒啊，或者一点汤。炸的我不怎么炸，不会。对，炸不怎么做，也会。哦，嗯。哦，家里面就是你们整个家庭里面谁的那个这个做饭最厉害？我吧。你。哦，嗯。那你就是。就是有做过那种流水席吗？就是宴请很多人，比如说生日啊，或者什么，能做个20道菜的那种。没有、哦。其实我做归做吧，但是像那种特别华丽、特别豪华的那种硬菜，其实不太多。所以在你的认知里面，什么样是非常华丽的硬菜？就是那种，很大盘的鱼啊，然后要，就类似炖排骨或者什么战斧牛排这种的吗？其实战斧牛排我还更喜欢做一点。就哦，所以你会煎牛排？我自己平时啊，如果需要控制的那个体脂的话，我会吃一点，在家自己煎牛排吃。那你会做沙拉吗？沙拉会。所以你一般就是你的沙拉的配置是什么样子的？黄瓜，然后生菜，生苹果，小西红柿，对，小番茄，嗯，然后配一点白煮蛋，对。那不吃点那个水煮肉什么的吗？牛排，牛排，那就切点牛排再放进去。所以你自己也会去挑选，就是自己买牛排会有讲究吗？还是说吃个牛排？哦，有一家就是我经常买的。那你就是在于选材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些讲究吗？怎么看？就像我买西瓜的时候，就是会拍一拍啊，望闻问切一样，对对。那也没有，其实我买的那个当时是偶然买到的，然后吃进去，吃的口感啊，还有包括肉质特别好，就也其实也不算特别好，就但是我吃起来特别喜欢，就经常买那家。哎，有一位叫做苏慕言的网友粉丝宝宝在问你吃辣吗？喜欢吃辣吗？我吃辣，我经常吃辣。所以你吃辣条还是？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口味。口味，所以你是那种重辣的爱好者吗？也不算爱好者吧，就是，有的吃我就会，我可以接受，但是我不会，也不太会主动去要求我的菜里面要辣。OK， 好，我们的，哎，你这光还挺好看。对，你很帅啊。